那素的糯米鸡你觉得怎么样？素糯米鸡好吃又健康，孙玉珍好手艺获得好友最高评价。真的是好吃，我的小儿子哦，已经他可以吃一粒半。孙玉珍热爱烹饪，从6年前开始，经常在个人脸书分享简单的素食料理，至今已经累积上百种食谱。我把食谱写得很仔细，那么呢，他们不会煮的人，他们都可以从中学习到怎么样的步骤去做。我就希望，我可以通过这个分享呢，就是让一些不是吃素的朋友，就是有那个欢喜心，想试试看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让他们尝试素食的一个很好的机会。本身坚持茹素10年，一手好厨艺也让自己和家人都越吃越健康。吃素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的身体出现了状况，全身都长满了那一种红色的斑，然后我就想说这样子我还是试试看吃素，不要吃肉了这样子。我吃素7年了，其实吃素也不会很难，因为小时候我就很喜欢吃蔬菜和水果，也是喜欢那煮的素食都是比较好吃。用美味素食抓住一家人的胃，社群平台分享抓住粉丝的心，孙玉珍还要继续带动更多人素性。大爱新闻黄美惠马来西亚报道。